尽在运通。大户筹码定多空啊！全国投资人今天亲眼见证一下啊，大户城市的厉害啊，亲眼见证。多空不是用猜的啊，所以今天为什么要做指数？尤其指数要 AI 城市交易，你必须靠主力筹码嘛啊，计算主力筹码，你才能掌握趋势，你才能掌握大波段、大波段的获利。来，昨天台指还一路下杀，台指还一路杀低哦，全国投资人，所有全国赖的同学见证我们大户城市昨天一早，请你干什么？所有赖的同学，昨天一早，10394转多哎，啊，所有加入赖通通有，10394转多，昨天一早10点多394转多，哎，昨天一早哎，那导播，昨天一早台指还下杀低点哦，导播这里拉近一点，一早啊是不是还杀到10377？昨天大户 AI 城市10394。有没有跟你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就是多，而且过了10分钟都还在390附近，一多到顶啊！今天让你赚多少点？啊？昨天10394的多，来导播，昨天10394的多，今天全国投资朋友、全国用户见证，昨天10394的多，今天强嘎。获利多少？170啊！这不是我写的，电脑 AI 程式获利计算的清清楚楚啊！来亲眼看一下，昨天10394翻多之后，啊，你可以看获利，对吧？一开始没有赚钱哦，啊，没有赚钱啊，后来呢？哎，十几点了，对不对？11点了，对不对？到了尾盘30点了，啊，张老师涨完了没有？涨完了没有？今天一早冲上去。啊，130，再来呢？啊，再来呢？140，有没有看到？多开心啊！150、160、170啊！昨天10394的多，就这么简单，完全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亲眼看一下。昨天赖的同学一早啊，所有赖通通收到10394转多，对不对？连在LINE里面，我们都会把 AI 程式的图跟你分享嘛，394嘛，就这么简单嘛，对不对？10394的多，这都不是张老师写的，这都是由 AI 程式计算主力筹码，计算市场主力筹码。所以昨天一早10394就是一个多，不要猜，不要赌，一多到顶，对不对？甚至昨天全国同学，8月29号，昨天礼拜四吧。啊，12点多有没有？市价10411附近，市价你赶快去买嘛，自己亲眼看一下啊、哦。所以操作绝对不是用猜的啊。昨天一早全国赖的同学394多啊，都跟你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394多，12点多，市价10411附近，你市价，昨天你的老师呢？啊，一早又在那边什么心太空了、啊，哈哈，心太空，对不对？在10400附近心太空拼命放空，今天呢惨赔。所以你有 AI 城市全国用户啊，你加入 LINE 啊，真的，你免费加入 LINE 都跟你分享394多，对不对？你都不要猜嘛，啊，394多就多，你就照着规矩啊，啊，对不对？全国同学，41附近，你赶快试驾，试驾，试驾！今天嘎到多少？580，多少点？啊，那多少点嘛？来，导播，光是昨天394的多，今天就170点嘞。你还要什么吗？我讲过一天50点，你一个月就20万嘞，一口、哦。那昨天10394多，今天有没有50点？啊？啊，来 AI 程式的好处，连获利都写在这里，170点，一口多少？170点，一口将近3万多块啊！
一天就3万多啊，你一个月下来你多少钱？我都讲一口，我没有给你5口、10口满仓啊。最重要你要有明确的什么？我一直在强调，指数操作你绝对要有什么，懂不懂？你绝对要有明确的讯号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有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你才能预判趋势，多空才能掌握趋势，掌握趋势你才能大波段获利嘛。不是每天跟你多空多空多忽多忽空，昨天跌了跟你讲心态空了啊，赶快空，你今天会赚钱吗？昨天是下杀跌就跟你讲 AI 城市394翻多，那一多上来，你看 AI 城市一多上来，那今天的获利对不对？电脑城市都会计算在这里170点，大家通通有啊。所以操作我一再强调啊，为什么今天要 AI 城市啊？为了专业的工具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恭喜大家啊！昨天所有全国 AI 城市的用户，你听话嘛，对不对？照表操课嘛，啊，394今天一多上来，对不对？轻轻松松170点的行情，完全不要你猜，不要你赌，对不对？哦，那 AI 城市我讲过，400点就是倍数的获利嘛。那我今天再请问大家，从8月份以来，对不对？从7月底整整8个月了啊，从8月初到今天，我请问你赚钱了没有吗？尤其操作指数的投资朋友，你回答我，你赚钱了没有？了解吗？对不对？8月份以来，你的老师让你赚多少？啊？我想指数，你知道400点就是一倍哦，啊，那真正的专业，对不对？真正的专业啊，不啰嗦，对不对？真正的专业要领先市场，啊，事前规划多空，掌握多空，划线给大盘走嘛。从今年1月初，我张大文有没有带着全国投资人 AI 城市有没有从9300带着你全力翻多？你回答我就好了嘛，对不对？1700点，来到4月份11077有没有请你放空？800点。到了5月底有没有叫你翻多？700点。光这3趟已经多少点了？1700、800，这就2500，再700，这是3000多点嘛。远的都不要讲了，从7月份大涨啊，大涨了快800点，有没有带你放空嘛？7月底有没有带你全力向下放空操作嘛？你回答我，是不是？这就是今天我要跟你讲的啊。很多老师每天涨了就心太多，那我只请问你嘛。你的老师每天都很准，每天多空多都猜得很准，那你的老师7月底心态多，市价多，多很多啊，尤其软体的做指数卖软体的，7月底那边跟你吹牛心态多，市价多，光是8月初这一趟就让你赔了多少点了？800点了，指数赔800点，你已经是出局了，有呢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，800点，你一口8万就是赔16万，你100万就赔200万了，你懂吗？赔光还要再倒赔一倍，那你今天跟着大户 AI 城市7月底带着你全力放空，你自己告诉我，让你赚多少点？光是8月初这一趟，所有全国同学800点，全部都是你应该要赚到的嘛？你不用说张老师准了，我当时叫你放空，有没有讲得很清楚？第5波陌生段把握空，一定有大修正，送你800点。打下来10180有没有告诉你逼波反弹翻多？有没有？空单回补反手翻多，又是400点呢？8月份以来，先空800点，短多400点，这2趟1200点呢？我有看错吗？我张大文有看错吗？上礼拜10560跟你讲 AI 城市再转空哦，来8月22号。没骗你吧？8月22号上礼拜啊，哦，我今天跟你讲的都是真实的过去哦，对不对？7月底领先放空800点，告诉你破底反弹400点，再来8月22号，涨到10596，有没有带你放空？有没有？你回答我，没有，你来找我，我赔你300点，对不对？你的老师上礼拜又心太多了。马上礼拜一就让你赔了300点了，指数300点又是快一倍了，你真的不要开玩笑啊！8月20号有没有叫你空？对不对？这就是张老师的厉害嘛，
AI 城市的厉害嘛。560请你空，8月20号560请你空，礼拜一260点，没骗你吧？啊，这里又260点嘞，这里又260点嘞，然后礼拜一，对不对？8月26号有没有带你翻多？来自己看，啊，8月26号 ，AI 城市10302翻多，全国赖同学，这当天给你看的，10302翻多，啊，你要看紧，你要跟紧我在赖发给你的讯息啊，每一通讯息都是苦口婆心啊。啊，对不对？上礼拜空下来260点，一口5万，啊，告诉你302翻多，8月26号有没有305带你买多？有没有10:32？当天收盘还在305，啊，昨天大家再见证了394转多，所有赖的同学394转多，昨天1041，对不对？市价多，啊。394多，到今天呢，又280点嘞。光从上礼拜到今天就好了，对不对？7月底放工800点，啊，8月初翻多400点，这就1200点了。上礼拜我10560翻空，对不对？叫你反手再空，结果呢，又260点。从礼拜一302翻多，昨天394再多，今天呢，又280点了。光8月份以来，先空，再多，上礼拜再空，这礼拜反手多，昨天再多，1234，8月份以来4趟哦，1234啊，你回答我，你的老师8月份带你赚多少点，啊？7月底拼命做多，心态多，市价多，你到今天你还赔钱呢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你跟着老师7月底10900的时候市价多拼命多，你到今天你还是赔钱嘛，你赚什么钱？今天大涨你还是赔钱的，我没讲错吧？对吧？你跟着老师只会多，一天到晚就多，空也不知道，每天就市价多，一涨就市价多，心太多，上礼拜一涨又心太多，每天就多，你指数是有多有空，你跟着 AI 城市7月底空800点，这是钱呐、啊，大钱呐、啊，翻多400点，上礼拜再空200多点，打下来翻多200多点，1234，所有 AI 城市全国赖的同学，8月份 AI 城市带你4趟，多少点啊？啊？1700点的行情，就是你8月份以来应该要掌握的嘛，对不对？好好问问自己啊、哦，你不要说今天大涨了又哦大涨又怎么样？你的老师7月底带你10900附近啊，就每天市价多的人，你到今天你告诉我你赚钱了吗？你惨赔了、啊，所以8月份以来赚钱的人有几个？你必须8月初7月底懂得空。先赚到这800点，你才有资格谈这后面的，谈这后面的400点，再谈对吧？这礼拜的200多点，我这样讲的道理你听得懂吗？哦，好不好？那所以每一个转折，我们都是很用心的，啊，帮你掌握。光从上礼拜556该空就是空，对吧？560该空就是空，这不就200多点吗？打下来302。该多就是多、啊，赖也跟你讲啊，305该多、啊，昨天394也多、啊，啊，394多、啊，昨天1041市价多、啊，今天有280点了，啊，光这个礼拜以来，啊，从上礼拜到今天就好了，这两趟啊，有没有400点？400点就一倍哦，又是一倍了。所有全国同学，对不对？你光跟刚的 AI 城市，光是从8月初以来，1234，4趟多少点？
自己眼睛见证嘛，好不好？我都不用说我们准不准 ，AI 城市就是这样子嘛。昨天一早开低，对不对？你的老师又在新太空，昨天10400放空的老师多少？你跟着 AI 城市昨天10394，就是一个多。AI 城市一个多上来到今天，电脑获利都自动计算了，这电脑算的哦。这170点是电脑算的哦，所以电脑它不会跟着人哦，啊，不是说我这边讲多少点多少点哦，对吧？昨天10394多，今天就是 AI 城市获利，电脑就算给你看了，自己看多少点，所有全国用户，啊，所以今天告诉你 AI 城市功重要性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在这个礼拜天下午，礼拜天下午台北，好不好？啊，唯一的一场很重要，大户筹码教学，如何利用 AI 城市，利用大户筹码，对不对？股票如何掌握标股，啊，期货如何把握当冲，把握波段转折，好不好？所以礼拜天大户筹码教学，那现场名额已经剩下，啊，只剩下个位数了，自己好好掌握。那股票也顺带跟你讲一下，对不对？那股票一样啊。如何锁定主力筹码？这一路送你的四星，自己看一下，啊，这两个月从70多、80多，一切拉回，告诉你就是买。所有听话的投资朋友，这两个月以来，四星让你赚了多少？对不对？大盘从8月以来到今天，坦白讲，啊，有涨吗？对不对？到今天大盘，7月份你乱买还是套牢？那我一路送你的四星，有让你套牢吗？啊，大盘8月份以来，从10900跌到10180，现在弹到10600，对不对？那我送你的四星呢，有让你失望吗？飞到外太空了，嘎到外太空嘛。所以你看主力筹码的厉害啊，啊，你一定要掌握主力筹码，你才能锁定标股嘛，对不对？错过四星的送你神盾，从202，是不是？涨到多少？没骗你吧？是不是？这个月以来，所有跟着买神盾的，通通大赚嘛，10张70万嘛，好不好？那特别注意啊，怎么样从筹码结构锁定标股？错过四星、错过神盾的四星二号，自己眼睛见证了。一年来的大跌啊，啊，这都是未来5G 商机很重要的爆发性的啊一个转机，好吧？第三季大爆发转机，四星二号最重要的一年来的大底准备喷出，那这里的结构就像我当时跟你推荐四星一样，啊，你自己看一下，所以我当时为什么看好四星，有没有看到？当时四星是不是一年的大底？一年的大底，所以从170块、80块这里叫你赶快买，有没有？是不是一口气喷出去？啊，了解吧？这一年的大底结构，那现在这档股票跟当时锁定四星70、80的一样的位置，好不好？最可爱的是股价目前才在一字头啊，随便买随便赚的，我跟你讲啊，这又是准备四星，是不是？再度如法炮制，啊，四星大涨，啊，四星大涨了80%，好不好？那这档四星二号，无论如何啊，那在礼拜天啊，礼拜天很重要，好不好？那来现场，啊，礼拜天来现场，会跟你分享，好不好？掌握如何利用大户筹码，掌握标股，所以礼拜天大户筹码教学，9月1号。礼拜天下午2点，台北名额已经快要满了，自己好好把握啊。奶奶注意，即日起，银发长辈搭小黄也可以享有优惠哦。只要持台北市或台中市敬老爱心卡，每趟可折抵50元；持桃园敬老爱心卡，车资未满101元，每趟折抵36元；买101元以上，就可折抵72元哦。台湾大车队，友善银发最贴心。华信投顾
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专业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礼拜天我只能讲很重要啊，因为大部筹码你外面学不到啊，你学不到的啦，好吧？那如何根据筹码啊，大部筹码股票掌握标股，期货不论当冲波段转折抓大行情倍数的行情啊，你很清楚掌握大转折波段，张老师最拿手，这是我们最拿手的啊，对不对？那不论股票指数啊，股票这一路你看看一路送你四星四星四星，这两个月就是四星，天天讲四星，哪一个没让你大赚呢、啊、你听话，不管你买在70、80、90、100，通通大赚嘛。出货四星的神盾神盾神盾大涨70块，好不好？那这档四星二号整整一年的大底，麻烦你麻烦你一字头一字头好好把握，我只能捡到这里了，好不好？好好把握啊！礼拜一来到现礼拜天来到现场跟你分享。那指数的话我讲过，主力筹码帮你掌握趋势嘛，你有明确的趋势，明确的多空讯号，不是每天在那边跟你心态多空多空多讲了半天，对吧？有的做了指数每天还跟你上多下空，那什么意思啊？根本趋势从来交代不清楚，我们 AI 程式就是有清楚的明确的趋势嘛，对吧？领先划线给大盘走嘛，一月份有没有叫你做多？四月份有没有叫你放空？五月底有没有翻多？这是七月底，全国投资人，啊，七月底有没有领先放空？又是800点呢、欸，啊，你摸摸良心哎、欸，七月底苦口婆心放空，又是送你800点，打下来翻多400点，从上礼拜大涨560，560，560有没有叫你空？560有没有叫你空？摸摸良心哎、欸。送你260点呢，对不对？上礼拜560请你放空，又是260点，一口50000呢。你的老师上礼拜又在心态多，市价多，你又惨赔200多点，打下来再翻多，有没有？你要懂得空多空多，你才能赚大钱嘛，对不对？礼拜一26号有没有告诉你302多？有没有？加入 LINE 都有啊。305有没有叫你买多？昨天394394有没有多啊？昨天你的老师又在心态空了，对不对？涨了就心态多，跌了就心态空，这不很好笑吗？我们昨天394还是多，你看看昨天1041还市价多嘞，你看看今天有多少点呢？这一上来不又280点了吗？啊，所以光这一个礼拜以来
你跟好 AI 城市的脚步，对不对？上礼拜先空下来260，下来翻多280，这两趟不就是500点吗？很多东西你不要去猜，你最重要要有一套专业的工具嘛。谁能够像 AI 城市这样每次市场领先预告，560空302多，对不对？甚至昨天还跟你公开预告394多，哎啊，昨天 AI 城市394多，哎，来导播，394一多上来到今天，获利多少？电脑 AI 城市都自动计算嘛，完全不要你猜，完全不要你赌，好不好？更不要你自己去算，对不对？有的软体多空还要自己去算，那你要算到什么时候？啊，来大户筹码教学，礼拜天，不论指数股票操作，下午2点台北，好不好？座位名额啊已经快要满了，自己好好把握。公司与所推荐分期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，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提供每个客户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，诚信、专业、负责，引领您投资市场，反败为胜，蓄积财富。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，华信投顾02-239-239-88，02-239-239-88。华信投顾，我们用最高的标准。